好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九的倍数，就是 skip counting by nine。我看所有的小朋友已经把材料都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吧，好吗？好，首先请拿出你的。好，老师把我的屏幕已经分享给你们了。好。那么我看一下。首先，请把你的珠串拿出来。Please take out all your beads. 请把你们的珠串都拿出来。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呢，先把珠串横着摆放起来。一个挨着一个。So we're gonna put all of them together now. On your table. 放在你的桌子上，把它们连接起来。One by one. 摆成横的。对。Caroline 做得很棒。Charlotte, 把你的串串摆起来。We're gonna make a really, really long necklace.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长的项链。把它们都连接起来。哦，分离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太厉害了。而且他还手画的。He already finished it, and he drew it. Wonderful job, very creative. Tape, very creative.好，老师继续把它摆下来，把这些好。那么我这边没有空间了，老师就把它反转过来。你那边要有空间，你就继续摆啊、哦。好，删了啊，开来。Do we put our beads on the paper?啊、oh, ，不用不用放在纸上，放在桌子上就行。You can just put them on your table. You don't have to put them on the paper, because I don't think you're gonna have enough space. 好，放在桌子上就好。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Caroline. 非常好的问题，小 Grace， 请你把你的珠串都摆上好吗？都摆起来。好的，好的，亲爱的。我不想要姐姐是。我们看一下，我们把珠串全部连起来，组成一个非常长的项链。We're gonna put all of them together to make a really, really long necklace. Wow. 我在看，芬妮很棒哦，芬妮都已经把它自己画下来了，对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 ，Good, that's a good idea. 好，都摆好了吗 ？You guys done? 好，那下面呢？我们有一些 tag 在这边，你们有吗？有一些这个数字的小牌子。我们首先呢，把它们分开放。个位只有一个数字的 ，If it has one number, we put it by itself.Here you go. You click this. 假如呢，它是十几的数字，我们单独放，把十几的放起来，二十几的。So if your number starts with 2 or 20 something, you can put all of them together. 我们看一下，剩下是三十几，对不对？好，那么四十几，四十多，五十多，我们先把它排列整齐 ，so we can organize it before we start working. OK， 六十多，还有七十多，三。很棒，八十多，还有最后九十多 ，90s。好，当你们安排好了就告诉老师哦。If you're done, please let me know. I'm done. Good job, Caroline. 真的，小 Grace， 你做好了吗 ？OK。Good job. 我把你的声音打开，这样我就可以听到你。
把大家声音打开，不过需要我要把大家声音打开，就需要大家很安静哦。好，我们现在来数。Now we're gonna start counting. You ready? 好，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九这个 tag， 把它放到我们数的九这边。佳雅，亲爱的，我们在数数。Please count with us, honey. 好，好了吗？我们继续往下数。Let's count it together, OK? 九后面是多少？十，对不对？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很棒 ，Great job， 方婷，十八，找到十八放过来，好了吗？那我们继续喽。十八后面是多少？十九，我们继续数 ，Let's keep counting， 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七，你能找到二十七吗 ？Can you find your tab？ 二十七 ，I'm putting here， 很棒哦。那我们继续哦 ，Let's keep doing it。二十八，继续往上，九。三十，三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很棒！我们把三十六找到，然后放在这个珠串的下面。好，三十六之后呢 ？iPhone。三十六之后是什么？有没有小朋友知道？三十七，很棒！三十七，我们继续来数：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很棒，我们找到四十五 ，Great job, guys！我老是把它放到下面，因为我下面的地方不多了。好，四十五后面是什么？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What comes after 45？ 四十五。46。Great job！ 好，我们继续来数哦。啊，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很棒，五十四，我们找到五十四，很厉害哦 ，You guys are so good in math， 数学真棒。好，五十四后面是什么 ？What comes after 五十四？五十五。Good job, Caroline。五十五，我们继续来。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很棒，六十三。好的，我们继续哦。六十三后面是多少？六十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哦。六十三后面是六十四。Let's keep counting together。六十四。My spine is broken.
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六，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二。那么我们现在要找七十二 ，72，七十二放到你的珠串下面，有放好吗？好，那么七十二后面是什么？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What comes after 七十二？73。Wonderful job, Caroline. 七十三 ，wonderful. Great job, Grace.好，我们继续来数哦。七十三，爸爸。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你好，我要补十九。八十一，八十一，我们找到八十一，然后放过来。大家这句话用的八十一，你有找到八十一吗？好，我们继续往下数啊，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九十。好，我们找到九十，放过来。哇，我们看一下，我们有这么多九的倍数。So many.Tax year， 我们有这么多在这里，我们看看九的倍数都有多少呢？我们看看有九、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九十。所以他们都是九的倍数。If we skip counting by nine, and then that all those numbers, 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数字哦，是不是很厉害？很棒！我们这样呢，可以组成一个很长的项链。好的，小朋友们，那下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爸爸作业是要拿出来。So now we're gonna take out our worksheet, okay? The one with keep counting by nine. 我们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有吗？先把它拿出来哦。有。老师把我的打开。So we'll just do that. 看看九的倍数。那我会在这里呢。你我们一起数，然后那你的工作呢就是把 cover 上。So we're gonna finish all the numbers together. 那 your job 你的工作呢就是 color it when you time 好吗？好，可不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呢，小朋友？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数一次哦。好，我们一起来，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在这边写上自己的名字。So before we start, we need to put our name here, okay? Mommy always help me. What? 好，首先我们要在这边写上名字。我写上我的名字，你们可以写上你的名字。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了。
好了吗？写好了吗？写好，我们要开始了。妈咪，请这里写下我的名字。好，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再数一遍，很快的数一遍，然后把这些数字写上去。So we're gonna write down all the numbers together now, okay? 好。Same. Count together. 1, 2, 3, 4, 5, 6, 7, 8, 9. Wait, which one do you have? It upside? 9. Put a 9 here. You should see 9. I think this is the wait a second. Is this the right? How you doing? Okay.Great job, 27. Okay, now we're gonna keep going. 20, what comes after 27? 28. Great job, 28. So we're gonna keep counting.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Good job. We're going to put 36 here. You got it? 好，那我们继续哦。We're going to keep going.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Good job, 45. So, 我们要把45放在这里。So, we're gonna put 45, 45. Okay, what comes after 45? 46. Wonderful. Keep going.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Oh, 我们写上54。你们的数字一定写的比我好。I think you want to put down one beautiful numbers. 好。What comes after 54? 55. Okay, right? So we're going to keep counting.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Great job. 6. Wonderful job. Write the 6 right there.Mm-hmm. Okay. 大家都做得很认真。 Everybody is paying attention. Great job. So let's keep doing. 63. After 63 is 64, right? So we're going to start from 64. 我们要从64开始了。 64, 65, 66, 67,
6, 8, 6, 9, 7, 8, 7, 1, 7, 2. 7, 2. So we finish all this work. Wonderful job, you guys. 那么现在呢, so now you can get your color pencil or crayons, color blue.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beads, so we can color all our beads now. 我们可以把它弄成蓝色。 So we can color the beads. Okay, 我们把我们的豆豆的颜色都涂掉，涂上，这应该会花一部分时间。 这边我才完成了一组。 我们看一下，小 Grace， 你有 color 你的笔吗？哦，很棒哦，很漂亮哦。Good job。那么我你要继续哦，把所有的 beads 都有上颜色哦。You need to color all the beads here，OK？Good job。扎雅，你有把你的小珠串涂颜色吗？ I can't hear you. Okay, have you all colored all your beads yet? No, not yet. Okay, take your time. This will take a while for us to color all the beads. Because we have 72 of them. Because we have 72 of them. What's happening to my other half, Mama? 我觉得你们会做的比我做的又快又好。 I think you can do a wonderful job. Then you can be faster and the color is prettier than what I'm doing. 觉得你们一定会做的比我好看，还快。 所以呢，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师就不把它所有的涂色了。 Because I'm kind of slow on this, so I'm not going to show you all of them. So it's your job to finish this paper, okay? When you're free, 当你有时间的话。而且呢，当你做完这张的话时候， when you finish this work, please keep it safe. 请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放在安全的地方。 So we're gonna check our work together next week to see if we can make a book for our skip counting. 看能不能把我们的倍数、数倍数这些工作放成一个书，好吗？好的，那今天的数学课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到这里了。那小朋友们，我要跟你们说再见喽。那么今天老师还有做如何做你的那个 cube 的课程和下午的中文课。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动物园再转一转，好吗？好的。
那小朋友们，老师要跟你们说再见咯。再见。Bye. Bye. Bye. You can have my book.